上学去，上课喽！耶！大家一起来上课喽！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小朋友，你们猜猜看，我扮演的是什么动物？青蛙。啊，答对了，古瓜。哇，那猜猜看，我是什么动物呢？老鼠。答对了，叽叽叽叽叽。那你们一定也知道，我是兔子。而且我还是一只淑女的兔子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而且小朋友，你们今天都为了悠悠学校扮演了不同的动物哦。没错，我们这边有小狗狗，还有青蛙，还有老虎。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牛、老鼠，好多好多。哇，统统好可爱。那既然大家都已经装扮好了，我们就要一起去参加悠悠嘉年华，那就准备开始喽。耶！出发！准备开始喽！很好，大家今天参加嘉年华呢，一定要记得笑嘻嘻哦。所以一开始我们来欢呼，很大的欢呼声，跟着我一起说哦 ：Ole ole ole ole， 欢迎你们 ！Ole ole ole ole， 哎，唱得不错，但是嘉年华怎么可以不跳舞呢？跟着我一起做，不累不累不累啊，不累不累不累，欢迎你们，不累不累不累，不累不累不累，大家都很热情，接下来还有很热情的动作，加上很热情的小老鼠跟小老虎跟大家挥挥手 ，Hello，Hello， 好，那准备好了，我们要来练习热情的嘉年华会动作，一起大声说，算吧，算吧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！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电动小屁屁扭一扭。啊，电动小屁屁扭一扭。这个扭一扭啊，我觉得可以再更快的哦，像柳丁哥哥这样哦。电动小屁屁扭一扭。小朋友们不能输，再一次。电动小屁屁扭一扭。可少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气球，小朋友，你们愿不愿意帮我们一起打气球？愿意吗？愿意，愿意，一起帮他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那来问问小朋友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很好，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打气球。耶！我们来了，来帮忙。好了，好，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。加油加油，小朋友一起说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大力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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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，好像快好了，好像快成功了，好像快成功了，加油加油。
我这边的呢是紫色的气球哦，我们这边的呢是可爱的黄色气球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！谢谢你们的帮忙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嘉年华的欢呼要开始喽！嘉年华，哟吼！哇，真是开心的一天，但是好像忘了做什么事情哎。我知道，当然是要来问问熊比，今天嘉年华会的大家是不是表现得很棒呀？好棒棒徽章！恭喜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，苦瓜！今天实在是太有趣了，啾啾啾！集合，一起跳舞吧！出发喽！往前走喽！集合，这里这里，好可爱！来来来，一起来！是谁发明一二三？奇妙数字真好玩！一加一要三一三，多少朋友来作伴？今天参加了悠悠嘉年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好不好玩？那我们就一起再来练习一次喽！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了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